来关心意外消息，其中一名大约70多岁男子伫厝内疑似沸腾伤过低陷入昏迷，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，好在这老阿伯伫经过紧急治疗了后，送往病院恢复意识，后续交由院方观察当中。嘉义市南投分队救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男性患者倒伫眠床顶，而且意识不清。救护人员随即前往查看患者状况，并监测血糖后，发现患者血糖过低，随即使用葡萄糖液进行静脉注射之后，患者慢慢恢复意识，需要将伊送往病院治疗。嘉义市消防局表示，民众如果有糖尿病病史，请正常饮食控制血糖；如果身体不爽快，请尽速就医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。